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莫涵啊，欢迎收看这个港诡实录的游戏实况啊。好久没有录了啊，因为中间也隔了一段时间啊。怎么说呢，就是又放假，又突发事件啊，现在又有这个疫情啊，所以心情不是很好啊。终于这几天稳定下来了，然后继续录我们第二章这个死亡直播。然后听上去就很那个啥。第一章的话，我们这个血迹鱼兰的话，其实我们是把那个佳慧给救回来了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好像我们上一集结束的时候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室里面啊，听说也非常恐怖，而且这一次追逐战好像难度挺高的。好，我们确定从这一章节开始，来吧，我把音乐调轻一点。之后。我和佳慧就离开了城寨，再也没有回去。也因为这件事，我们变成了情侣。不过佳慧由于惊吓过度，有时候行为有点古怪。在老板的协调下，我们调离了外景组，一直在办公室工作。就这样过了三个月，直到四天之前，我收到了佳慧一则奇怪的信息以后，就再也联络不上她了。这几天下班，我都会一个人留在办公室，希望可以找到有用的线索。哦，慈秀什么？啥字啊？看不清楚啊！你怎么那么晚还不睡觉？哦，这个就是佳慧发过来的消息。哦，是佳慧吧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。然后我去，哎呀！为什么我后退要放这种声音？不要吓我啊！这里没啥东西吧？我们去买咖啡，他让我们。这办公室就好诡异啊，贴这种僵尸的画面嘛。还有带日文的，什么深海中的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是这么多。哇，这个哦，恐怖。哎，这个工作室就主打恐怖的那个，对吧？逃出临界点啊，就之前的那个佳慧那个，就是我们去那个栏目叫《逃出临界点》嘛，于兰鹏什么那个特别篇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工作室就我一个人吗？我看到柜子我就怕，现在我们从哪出去啊？从这里。哇。能不能不要干到深更半夜？这个电视机我感觉会一下子亮起来。鬼面，因为深的鬼面，你确定不是娇娇吗？鬼面啊，然后你们直播时用一个圆滑点的方法告诉网友吧。鬼面一直有好多粉丝，不要让节目点击率流失。另外，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一个通灵师辅助台啊，如果你有熟悉的人或者亲友介绍吧，随时把数据给我，成功推荐有奖金啊。今天下午请我啊，下午茶我请客，麦氏。哎，这开这个门吗？被锁上了。我感觉哇。好压抑啊，好压抑啊，怎么这个灯那么暗呢？哟，到这里买咖啡吗？怎么又看到这个饼干罐头了？炭烧新包装。还有什么东西吗？这个纸，哎呦，看不清楚这个纸条写什么。243671，哎，这会不会是一个什么密码？我怎么听到什么声音啊？钱包放在了桌，哎呀，我钱包没带，这就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啊。还好把声音调轻了一点。钱包往哪了？这么尴尬的事情。话说为什么不把这个
咖啡机放在这一边呢？哦，钱包在桌上，天哪，我的钱包。中港银行八达通啊，八达通是他们那个交通卡类的玩意儿，什么都可以用。 table 可以查看背包。赵伟乐，我的钱包。我是不是因为没拿钱包所以不会触发剧情？等等等一下啊，哦，缓一缓，缓一缓，缓一缓，好恐怖呀，怎么办？我不敢走了，主要太暗了，这游戏营造这个气氛挺吓人的。这边能走吗？哎，这边为什么能开？哇，男厕所还被锁上了，我感觉我拿完咖啡会有事情发生啊。呦呦，吓我一跳，滴一下，我的天。滴一下，咖啡呢？我在找一罐炭烧咖啡。电话响了，哪传来的声音？电话响，这个时候谁打电话给我呀？深更半夜给我打电话。在哪？电话呢？这里到底怎么过的呀？完了，我被我可终于看到电话了。想要找到佳慧吗？哎呦我的天，这么健忘啊。之前在城寨妈耶，好久没用挂壁电话了，找了半天电话，妈呀。其中一台 DV 机很邪门，就是你上次在城寨用的那台。哦，但凡被他拍摄过的人会受到诅咒，不信的话就去找录像亲眼看看吧。哇哇，机房机房。哎，这次鬼会不会出现在那个？哦，什么鬼？哇，怎么办？这个门开了，哇，一片红，哇，哦，哦，哦，这，哎呦，我这个心跳啊，妈呀！谁给我开的门呀？一个硬盘，好吓人啊！我要倒着走，事实告诉我，我要倒着走。哦，天哪！妈耶！我能不能把门关上？我能不能关门？门都不能关，为什么不关门看？这个玩意儿，我都倒着走，我不敢那个啥。哦哦，我来了来了，恐怖了恐怖了，恐怖的时候到了。打黑屏了呢？我会不会看着看着，然后突然间 ？Hello， 大家好。又到了逃出临界点。哦，这是那个看那个他们的直播。我是阿海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，阴气很重。大哥，你说话声音响一点行不行？现场，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看。这要我操控吗？不是看视频的吗？这切换主角了。哦，哇，你们不要作死好吗？说谁说谁？是谁？是谁？什么声音？这是什么？哦呦！哦呦，有柜子吗？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哟，好恐怖啊！这个娃娃。哟，还有直播弹幕。
哦哟，哇、哦，哇、哦，这柜子，花开富贵。哇、哦，这照片，哦、我的天，这照片，弹幕呢？弹幕去哪了？这照片，我的天，哟，这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这是解谜的吗？完了，我这个不懂啊。有发簪，好精致呀！啊，我不敢开这里的门，怎么办？哟，这里有东西。心脏，哦，这个好像好难啊，看不清啊，有着八卦图案的文件。什么东西在滴水？那我看一下这个文件啊，怎么还是我的证件啊？这个怎么玩来着？肝肾脏，嗯，这个是心脏和肝，还有一个肠子。离，我、哦、离，这是读月还是对啊？钱，621，哦，怎么办？肝、心脏、肝和肠子，哦，就按顺序对吧？一、二什么的。哦，对了，之前我们看到娃娃身上好像有东西，这个柜子能躲吗？啊、哦，不能躲。这娃娃身上有啥东西？这是一个肠子，三，肠子是三，那还差一个了，肠子是三，还有一个。这是七，肺是七，你别总是有这种吓人的声音。心脏是四，那就我们看一下，刚刚看这个肠，心脏四，离是四，然后肠子是三，肝是七。哦，哎，这个写在旁边了嘛？凉，这个移动一下。哎，不对啊，一是，哦，知道了，梁坤，坤是二，是分开的，都分开的，然后二离是什么？离三是也是分开的，三也是分开的，四是合在一，四是开，四是哪个？四是钱，四是开合，然后五是这个砍的话是开，六是正是这个。啊，错了，哎，正不用动的嘛。七是哪个？刚刚是七，七是肝对吧？肝是和，八是这个和，然后呢？然后呈现什么呢？告诉我，我这个没错吧？这个没错吧？没反应啊，没反应啊，这按顺序的呀，难道哪个错了？七是和，哦，七不对，没反应啊，七和八是一样的，然后这个是。这个是肝是多少？肝是，哎不对，这个是这个是这个不是七，这个是四，哎没反应啊，一我们对一下，一是这个对吧？合的都是在一起的，
二是坤，二是分开的，三也是分开的，三是心脏对吧？四是这个，四是在啊、也是两三个两个，五是坎，五是都是分开的，六是这个样子呀，没错呀。七是这个肝。哦，错了，肠子是三。四是心脏。哦，开了。哦，什么玩意儿？我感觉解开了什么封印啊！哎呀，哦，怎么了？我感觉我解开了啥封印？完了，为什么我要解开这个封印？林姨，我们回家，你不是一直称赞我的手艺吗？我会给你最漂亮的身体，这样才配得上你美妙的歌声啊！我的天，我的天！按 Tab 查看文件内容已更新。哇，感觉是不是有东西要出来了？哦呦，有！哇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怎么那么多手？很快你就可以回归舞台了。缺少食指，人死断气之转世投胎会成为中阴身，中阴身六根具足，有49天的寿命，然后则轮回投胎变成另一种。这种49天是最终重要的关键，如何把握这一段？若施法之人天赋不足，必其反噬其身。我的天，就说他死了，我感觉我不能出去了。现在我感觉出去会有什么东西吗？完了，我怎么办？我现在咋办？哎呦，发现食指了，我是不是给它装上去，然后它就复活了？指向这边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墙面好像很脆弱，那咋办呀？我没有锤子啊。墙面好像很脆弱，怎么办？拿什么东西锤它去？这个墙面好像很脆弱。我去！哎呦，我的妈！妈呀！哇，什么鬼？哎呀！哇！我的天！哎呦！怎么了？这。哎呦，心脏病都吓出来，哎呦，我的天，哎，这视频咋了？不会这鬼出来了吧？到我工作室了吧？这视频不是刚刚没了吗？好了，这集我们先到这里啊，反正我已经有点哆嗦了，每次录这个游戏我声音开轻了，我都感觉好恐怖啊，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这一集我们先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，记得点个订阅、点个赞、投个硬币啊，点个收藏之类的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